係好認真去睇我啲檔案嘅。我之前都喺台北一個比較出名嘅診所試過，但係都即係都花咗好多錢咧，六七十萬台幣啦。咁最尾都係小產嘅。咁本身我都可能會預咗跟翻上一次喺其他診所嘅療程，都會做埋 TGS 啊，會做埋 ICIG。但系就医师都好好咁样了解咗我个年龄啦、岁数啦、我个轮次啦，咁佢都系建议话其实最简单嘅就应该可以生到宝宝噶啦。就医师佢系好细心啦，同埋系会同我商量嘅啊。同埋顺带一提，其实佢个抽卵手术系佢个手势系几好嘅，因为我喺之前系一个名医嘅，即系抽完之后我觉得好痛啊，流好多血，但系佢抽完咧。系连 M 痛嘅感觉都冇，真系好舒服嘅。咁我都相信医师都好细心咧，系成日都帮我留意我啲胎儿，睇下佢哋个生长情况嘅。咁啊，最后都好幸运地咧，第一次我植入咗之后咧，就生咗一个好健康嘅 B B 女。